哎呀，家乡的父老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我呢是老杨啊，但你们别误会，我不是那杨树林，那小子人不咋地，有点飘啊。我呀叫杨明，也别误会啊，我也不是那个篮球教练，我是不是长得比他帅呀？啊，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，哎。搞了一辈子科研，研究出不少东西，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，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。但是呢，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儿，装了30年，你们说我专一不？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，这不是吗？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，说今天要来看我。这就证明了一句话，叫好饭不怕晚，对不？来来，要不我多亏啊，都准备好了，要不然呢，这事还真就麻烦了。这就来了，哎呀，我谁呀？艾伦。哪个艾伦呢？烧猪炉那个宋艾伦。哎呦，老宋头啊。对，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？老杨，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，我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。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，我没有探讨明白，我再来问问你。那个量子纠缠呢，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，这回明白没啊？你赶快开门进屋。哎，我今天吧确实有事儿，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，你赶紧回家吧啊。那我回去了。你回去吧。行。哟，这谁家老太太呀？找谁？找老杨啊？没在家，上俺家去呗。俺家屋还暖和，给你煮饺子吃。走，哎、上俺家走。就禁不住老太太的诱惑。咋的？不让我进屋，这是进屋藏老太太了。警报！警报！有不明生物闯入。有人儿，老杨啊，你瞅你不让我进屋，我说屋里有人吗？在哪呢？主人，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，危险，危险！在哪呢？啊！你找啥呀？过来！在哪呢？搁这呢！啊！这儿呢！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，是他说的话，还整个我进屋藏老太太，挺好，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，你说你这……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！说我白，说我帅，我啥都能忍。你说这个的话，我忍不了，我得揍他呀！你再给我说一句。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，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。哎呀，你快穿上吧！不知道的以为你拎罐臭豆腐来的呢。老杨，你给他按鼻子了？按什么鼻子？你要没事，你赶紧走，我有事儿呢，你知道不？哎，这好玩啊！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，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啊，你就别在这掺和了，你赶紧扶的。哎，你再控制控制我看看。你瞧你这个欠儿灯，你说你这，我说行，小助手，关闭窗帘。好的。嗯。耶。小助手，打开窗帘。好的。在呢，把楼盖收开。对不起，没有此功能。你干啥呀，老宋头啊？啊，你上这来拆迁来了？收什么房盖啊？倒是，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？我这也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接触，给楼盖整个让它掉下来，呱，我抱住它，来个英雄救老太太。老宋啊。你说你这一天，你说冬天烧锅炉，夏天种点地，你没事啊，多关心关心农业。小助手啊，
在呢。你给他讲讲我们辽宁的数字农业，让他听听。好的，现在数字辽宁数字农业足不出户就能够创造财富，农庄全面数字化管理，整个农场智能小助手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，而且随时远程操控哟。妈呀，都是真实数据。那农场现在啥样了？正在汇报农场工作相关事宜，无人机已经完成撒药，鸡舍全部投放饲料，谷仓正在烘焙干燥，所有物品安全送到。妈呀，而且他说话一套一套。妈呀，这真厉害呀。那我说你吧，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，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，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？怪你找不着老伴吗？啊，老杨，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。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，都像你这么样努力，这不都成你了，还能嫌你？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？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。你听听，美女机器人，大长腿老太太，哎，广场舞老太太，哎呀，不要，旗袍老太太，哎呀，各种老太太。瞎说啥呢？这错乱了，你咋了？这家伙老太太开会了，各种老太太，大长腿老太太，广场舞老太太，还有旗袍老太太。那他在等谁呢？在等一个老太太。喂喂，老杨丢人不？这不是我发现了。行，说这老太太是谁？行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啊，我等那个人呢，我也没少跟你叨过啊。英子，30多年那个呀？对，这不嘛，他给我来信了，说今天要来看我。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啊，平时吧都挺好，见着别人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啊，唯独我就是从小就这样，见着英子就提这名，我的嘴我就。我爸就是我就说话就费劲，表达不清楚，所以说呢，我把我想说的话呀都存在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里边了。今天他要来呢，不管他那边啥情况，我把我当年想说的话呀，哎，让他帮我表达一下，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啊。是、哦嗯、他这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？那可不，他能经得起考验吗？你可别在这考验，你赶紧走，一会儿人英子到了，你听我的啊、哦。哎，我问的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？你这样啊、哦，你问问题，他如果能答上，你赶紧走，行不行？啊，行，快点，我小助手在呢。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，五连问像九连环那么难。我问你，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？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？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不闹不？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？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？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，小助手有点蒙圈，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，小助手自闭中，小助手要坏了，小助手冒烟了。哎，小助手，哎，哎，小助手啊，小助手，站，冒烟了，还不害怕？我，老杨。总坏了，坏了，咋不爆炸把你崩飞呢？我又赔不起呀、啊，老杨。过来，是赔他的事吗？啊？哎呀，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你知道不？我就这点话就存这里边了，一会儿人家来了，我说出来，我咋整啊？我替你说呗。你能说明白啥呀？啊？老杨，你这事你真得知我。他替你说不行，他是机器人儿，他代替不了人的情感。怎么？再说了，你想想。你俩30多年没见面了，那现在指不定长啥样呢。万一长成歪瓜裂枣了，你给我使个眼神，我领着出去吃顿饺子就给送走了，就完事儿了。这几点到？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这一听我，哎呦，哎呦，稳住，稳住，老宋，稳住，有我呢，不行，有我呢啊！哎呦，我这万一送快递的呢？哎呀，问问。嗯，谁呀、啊？是老杨家吗？我是英子。我是他是英。
哎呀，老杨啊，完蛋呀！喂，不是你怕啥呢呢？哎呀，那个，你上来不得面对吗？不是，我硬了，他是硬了，我就说出来话。哎呦我！醒过来没？哎呀，咋坐这儿啊？啊？坐这儿不是，怎么说？你把我往后又圆了，我说不明白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修机器人是吧？我修我修。哎，亲爹，你学去，你学去。张海俊呐，听声音是不？嗯，是他。那给我抓紧，抓紧。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你是老杨。我是老杨，老杨，他大哥，他大哥。电话这么大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出门跟个人，再问明白了才上手，要不容易吃亏呀。嗯，来，老杨在家吗？老杨，老杨，老杨，他能听着。啊，语言表达也没障碍，就是刚见你有点紧张，别着急。你先别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，你先稳一坐一会儿。好好，老杨，那个人到了，都先给我来个拥抱吧。别完蛋呀，过来，过来，这一年没见面，老杨你还好吗？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挺好。啊，挺好的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坐。这一道苦到热了，还行。不说挺辛苦是不？不辛苦。吃个水果。啊，八个橘。我不吃，谢谢叔。老杨啊，你快说话吧！你再不说话，一会儿我就管我叫爷了。咱俩平辈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好意思。老杨，扔了，他说扔的，他说鹰子，啊，他舌头有毛病，小时候管熊扔看熊扔，没事儿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挺好呗？他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挺老的。啊？挺好的。啊。我说你能不能别帮倒忙？他说在棋盘山给你买个房呢。房子不重要，我自己有。你别瞎翻译行不行？他说前面再买个停机坪。什么？行。哎呀，我这三十多年算白努力了。哎呀，他说抓紧要个小 baby 呀、啊。挺好的，这想法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最少能要仨呀！哎呀。没人看我给带啊，黄辉山马瑞好男粉我给他喂上，咱们摆胖摆胖的。哎呀大哥呀，你可太幽默了啊，奶粉都给选好了。我就没喝着，你看长这色儿啊。大哥呀，谢谢你了，你不用替他翻译了，我是最了解他的，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，是吧？他说的我都能听懂。大哥，哎，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，方便不？方便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看人家这人唠嗑多有水平啊，嫌我多余了，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，然后还教不出来啥。这您这是高人，老杨姐，你学学。唠，这我不参与啊。没事，大哥。嗯，唠。小明。小明，小明谁的名啊？是我的小名。嗯、你小名跟那可真是小名。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不敢看我。哎呀，你说这一转眼儿。三十年都过去了，
你说怪不怪？我就到现在，那做那梦啊，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。你看你还能梦着呢。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？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，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，是你放的吧？是。妈呀，蹦出个字儿。每周五，我饭盒里都多一个咸鸭蛋。也是你放的吧？是我放的，还四个字了。还有我那自行车，车胎没气儿，也是我放的。真淘！哎呀，也挺淘的呢。我就知道是你，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？妈呀，你看你不爱科学家，你要不玩名字就这么多招呢，你真行。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啊。哎，小明。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，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？呀，大妹子，你唠到这儿，哥再回去坐会儿行吗？行，大哥。我听明白了啊，他对你的各种好在你心里都种下了，是吧？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，晃谁呢？不打算跟人长处，你对人好干啥呀？哎呀，你这是啥人事啊？当时我转学不就是因为我家搬家了吗？突然搬家？你撒谎！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，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盆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报仇来了。这三十多年呐，泼的开水吧，撵家来了，这是报仇来了。哎呀，一身泼水干啥呀？不是大哥，老杨，你跟大哥说。哎呀，这都三十年前的事了，还有必要说吗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咱都这个岁数了，有啥不能说的呀？你说不说？不是，走，说跟我说，今天就当个情感类的栏目，我是主持人，大妹子。跟我说，行，他不行，大哥来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我也不怕你笑话、我小时候啊，有个毛病，爱喝水。那挺好的，那女人都水做的嘛。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课呢，我举了三回手，老师也没看见。他看见了，按正常来讲，给你打一杯水，让你一喝，你能记他一辈子。对吧？结果你咋样？拿一盆水都泼人脸上了，喂牲口呢？不是大哥，我当时内急。内急哪急？不就这急吗？内急。哪急呀？你咱这不就说这急呢吗？你俩的情感世界是一急一急来的，我知道，咱不现在聊这急吗？我那急不是你那急，我那，你那急跟我这急，咱俩不都一急吗？这是哪集呀？我想听结局，那怎么还得充个会员办个 VIP 呀、啊？看你这个逼，能听明白人话不？他那集就那集嘛，着急上厕所，举三只手，老师没看见，结果是尿裤子了，我一盆水泼他身上了，帮他解围了，结局了，听明白没？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老杨啊！这集咋不早说呢？我就等着看这一集呢。你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，结局就不一样。上学的时候，我前座也坐个小女孩，也是这一集。你说我咋处理的？咋处理的？我给举手各老师了。哎呀，符合你的人是。结果这集呀、啊，自己剧终了，人家就转学了。老杨啊，太感人了。我这集不重要，你们接着唠你们这集，我来唠。哎呦我的天！老杨，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？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儿。我当时年龄小，怕丢人，不敢说出真相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
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。他为了保护我，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坏学生，甚至有人觉得他心里有问题。我听完还以为他有病。这个事儿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。你说完了就得劲了。对，我现在轻松多了，是不是？老杨，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你这人都表达那么多了，你一天给家净研究这研究那，你研究点正用的，你研究这破玩意啥用？小助手更新完毕，已重新启动。哎呀，你可算启动了！你再不启动，我就一动不动了，我就完了。老杨要说啥，你快替他说出来吧。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，快说。英子，一想到要见你，我就紧张。当你面，我说不出来。总有人说，一眨眼是一天，一回头是一年，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当年我转学，以为都放下了，可30年了。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意，一闭眼就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，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皮筋的身影，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，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，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。来了师傅，这个挺好的，师傅这多感人啊。老杨，谢谢你。其实你知道吗，我整整盼了你30年，也等了你30年。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都能够面对内心真实的自己，不要再留下遗憾。你的意思我听懂了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想亲口跟我说的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快点的哦，英子！英子，我，哎我躲了你30年，其实我也盼了你30年。难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，心里边啊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纯真。人生这几十年啊，一转眼就过去了，别留遗憾，该做的得做，该说的话得说了。今天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对你说，英子，我爱你啊。太感人了，小助手在呢。像这种品质的老太太能不能帮我找一个？你的形象太差，够呛。那这事儿就你知道得了。小助手在呢。把窗帘关上吧。好的，我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回来。回来干啥呀？这快过年了，咱们一起拍个抖音视频吧。对，没准先给你划了个老太太呢。来，老太太吗？我手机拍，看看。哎呀，而且现在呀，集年味卡分7亿，最高能得万。